人生总有自己独特的追求，拼搏让女人活得更加精彩。城市总是充满繁华而又纷扰，家园总会让你回归静谧与温馨，而感触总是在不经意之间。哥哥，你在干什么呀？一个朴素的构思，一个简单的踏板。好了吗？好了。承载着的是那难以逝去的关爱。时光荏苒，感动依然。一个脚步踏出了一段坚实的人生，姑姑生日快乐。谢谢。一个微笑就是对这份关爱最温暖的回报，爱一直就在身边。